分钟。聚合我所有勇气，冲破极限，超越自我，传说就要再次出现。100块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这里是不是西街啊？请问一下，这里是不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呢？对不起，我再请问你们，这里是不是有很多很厉害然后很酷的人呢？原来西街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。速度王优雅一，快告诉大家，骗钱啊你啊！讲那么多干嘛？把招牌给砸了！岂有此理！太快了是吧？不要再打了，阿鱼啊！不要再跟他们打了，我没事了，算了啦。人家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，这也不能都怪他们嘛，这要怪我自己，没事搞什么5分钟外卖，还不想多赚点钱嘛？我就说嘛，5分钟怎么可能送得到嘛？听到了没有？你们老板娘自己都这样讲了。我们西街人说话绝不夸张，说到做到。我听你在放屁！不信啊？要不要来赌一把？赌什么？我下一个外卖，5分钟送到。如果没送到嘞？这里的招牌就给你们拆了，不但要拆，还要你吃下去。笑你们不敢，谁怕谁啊？好，不过如果我赢了，你们几个要把全西街的厕所都给我扫干净，用舌头。杀你啊！15分钟，我看你怎么送得到。你死定了！5分钟。张大宇，又是你！天总，张先生，听到没有？我的字典没有半个字，只为我等待你的走。搞些什么？哎呀呀，人群紧握着他的手，看我以何时出手。小组绝不低头，就算再累也要拼到最后，谁能了解我的心理渴求？战英雄就得要有很多，等待上脸色乱让我猜不透，你问我到底心中要些什么，我的天地竟然就是我。时间的一个100块，谢谢。
来猜定呢。现在把全西街的厕所都给我扫干净，用舌头。阿姨啊，真是谢谢你啊！要不要吃牛肉面？我请你啊！不用了，要吃我自己会付钱。学坏，快回来教我数学，我又不及格了。坏人，你若敢欺负银河姐姐，我必定以绝招收拾你。替天行道光明女子中学高二甲班班长兼体操队队长蓝玉玲刘叔。大白痴。想要跟你交个朋友，不好。为什么？我不跟娃娃玩。娃娃？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，快回家吧。Sure, I will be with you guys.你们这些训咖。连那些娃娃都赢不了，还算是个男人吗？接受惩罚吧！我要上诉！说，都是王鑫害的。我？哎，你给我讲清楚啊！哎，你说王鑫的投球成功率是多少？只有0.1665%。我听不懂。一个字，训啊！哎，你给我讲清楚啊你！是谁自己一天到晚乱接球？黄毛丫头上来啊你！你们丢不丢脸啊？输了就输了，还讲那么多？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老是输球？那就是因为你们懒。立刻去练球！现在啊，还要练啊？现在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耶。而且现在暂时没有比赛。对，而且老实讲，我暑假想写一本剧本。我们可不可以等暑假完了之后再练啊？对 ，OK 了哈。哎，练，马上去练，马上。你们都看到了，这就是我在西街的生活，追求刺激、速度跟冒险。这里是我跟我的伙伴平常在一起的地方，我们叫它203基地。在203基地里，各自有我们的小天地，有我的极速滑板。梅德拔美眉计划表，森的实验室，还有王星的剧本工作室，在这里自由自在，是西街里最宁静的一个地方。就是说嘛，自己不上课还跑来吵我们，那神经病啊！现在摔人就这样子用力摔，我们是不会死的，死变态！